亲爱的超马家人们，大家晚安，很开心。首先我非常感恩我的监狱人百龙哦，让我很有福气的可以透过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那可以再续和太阳圣德导师这样一个千年之约的师生缘，所以我现在心情是非常感恩、感谢、感动跟感激。那加入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呢，已经今天是刚好满四个月又十天，我非常珍惜哦这个缘分。那这个当下呢，我也必须就是将我对政治的这个过程呢，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首先我要先稍微跟大家叙述一下我的小时候。对，因为我在我出生，应该说有记忆以来，就像刚才前面那位玉主，他可能记得的很多事情，就像我一样，或者记得很多负面的、不好的。所以我有记忆以来，就是我很爱哭。那常常因为一觉醒来看不到家人，看不到我妈妈，就嚎啕大哭，引起隔壁的邻居过来关切是怎么了。对，就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小孩，小女生。那我在家我是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姐姐，所以印象当中我常跟在我姐姐的屁股后面，然后就一直想要跟着他们后面，就觉得比较有安全感。那我的父亲呢，他是一位职业军人，那本身他是因为当初为了要贴补家计，所以他就志愿到外岛去服务，像金门啊、马祖啊、东宁啊，其实都有他的身影。所以相对的，就是我的妈妈，就是她必须要母兼父职，那很辛苦的将我们四个女儿就这样子一手拉拔长大，所以非常感恩她。那也是因为毕竟她是一个人嘛，那人都是有一些限制在。那他也会有体力不好的时候，他会有问题能力解决不足的时候，所以因为这样子呢，为了要照顾四个孩子以及整个生活面，所以常常也是印象当中他有很多的一些歇斯底的状况。当然那个骂那个部分、打的部分一定是少不了，所以你看我到现在还是可以记得这么清楚，就是那个负面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就是当在我八岁的时候，因为我刚刚说过我有三个姐姐嘛，那我的大姐她是大我八岁，也就是在他16岁的时候呢，就一个噩耗出现在我们家。医生呢就宣布他得了精神分裂症，就是现在所谓的思觉失调症。对，那这样子算是一个我们家一个很大的噩梦，因为原本应该是觉得很开心很快乐的。那个时候妈妈呢就回到家里，她愁眉苦脸的跟我们全家说，从此以后跟大姐说话要很小心，不能让她受到任何的刺激，因为她是个病人。所以小小年纪的我，其实基本上我也是跟着大家，跟着三个姐姐一起这样成长长大。但是印象当中，就是因为我们跟她对话、跟她互动都要很战战兢兢。那确实，因为她是个病人，她有幻听跟幻觉，所以家里呢三天一大吵，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我基本上现在讲的很轻松，其实那个过程真的是点点滴滴在当下，在就是很烙印在我们三个姐妹的心里面。所以我现在感恩我可以这么很开心的微笑这样说出来，因为我觉得一切都过去了。那再让我再多说一些，那当我小三的时候嘛，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我们家，其实我妈妈是生五个女儿啊，因为那时候父亲他有传宗接代，那他本身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跟压力，所以那我妈妈也必须要一直不断的生，可是就是没有儿子的命。那刚好我是排行，其实应该算老五，但是其中有个姐姐她夭折，所以是排行老四。那当最后一个出生，妈妈又发现不是儿子，所以心想这样的一个，哇，那个当下是，就是觉得我的女儿是多余的。所以从小来讲，你就发现，哎，好像什么好看的好像都不太到我这样的感觉。所以妈妈，因为她毕竟我姐姐大姐是长女，所以爸爸妈妈会把所有的心力，因为她是个病人，就把所有的时间啊、精力啊、所有的资源，通通几乎都放在我的大姐的身上。那我们这三个姐妹当然就是怎么样，默默的就这么长大了。那在我小三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觉得，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像是个影子，这样飘来飘去的。直到有一天，哎，我就突然在班上考试前三名，哎，这个时候怎么大家的 focus 通通聚焦在我身上？我就想说，哎，哦，原来是要考好成绩。而且那时候外公就说，啊，你考得很好，下午你过来，我就给你100块，因为我们外公他是河南人。我印象中的很清楚，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会有个开始那个心性那个标准已经偏差了，就认为说我必须要靠好去
像这样利啊名啊这个部分才能得到别人的关注，所以这样小小的种子其实又没有得到爱，又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很一个可以去增长我正向这个部分，所以就这样子这样偏过去了。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后来呢家里面常吵吵闹闹嘛，那记得在我国三的那一年，也就是在那时候是联考，连甚至连联考的前一天，我大姐都在骂人，骂到全家都不能睡觉。那我想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第二天那一次应该算第一志愿落榜，也这样子顺理成章的就考上第二志愿，就住校去了。所以小小年纪，大家可以想象没有安全感，然后一天到晚黏在姐姐黏在妈妈的旁边，然后又突然面临要住校的命运。所以在前面第一年其实我非常适应不良，因为常想念我的妈妈，哦，然后常常住校一个礼拜睡不着，回到家里就好好的正在补眠，然后一回到家就大哭，我妈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就很想你，这样的感觉。那这样时间一天过去，一直到到专二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突然回到家，我发现因为那时候可能青春期或许开始有点自己的想法跟小叛逆，我就发现我回到家好像我找不到我要的，妈妈给我的感觉就是无用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我对这个家的这样感觉是很这样的一个归属感是很低的，所以我甚至那时候就开始很反向的，就是说我觉得我妈妈不是我的天了，我就觉得我宁愿自己去外面好租房子，也不太愿意回家，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心理过程在那边。所以我记得我从小我就许了三个愿，第一个愿呢，我是想要当护士，然后是现在护理师，还有第二个就是想要当老师，那第三个呢，就是因为我缺乏爱嘛，所以是想要找一个爱我的人。那当然，你看发愿发出去了，真的上天就有回应我，他幻化这个红尘。那确实，我曾经有当过台中荣总的护理师，那后来现在也是我的主要职业是语言治疗师。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我在想，可能因为当初我觉得我姐姐生病，所以我就想说去当护士，去怎么样照顾病人。那我要去当老师，是因为我在想，从小我觉得我得不到老师的任何的肯定，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当个好老师，怎么样去教导学生们。那至于缺乏爱，当然就是很直接想要去找自己知道去另组一个家庭，但是这样都是一个错误的思维，因为你有错误的思维，因为本来我就不富足，不富足的情况之下一直不断的去攀援，那引来的一些烂桃花，或者是可能就是好像还不错缘分，可是人家觉得我像带刺的玫瑰，就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那样的一个强势跟这样的执着。所以就是觉得哇，就是很多发现。其实我讲这么多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人在面前大家看到这个人，他从小到现在是怎么样一个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对，那我重点就是说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一切其实都是负能量为我精心策划的春秋大戏，对，让我这么样的一个负面。但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后来离开我自己去找工作什么，我就认为说都是我自己，什么都是我自己，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傲慢。然后也就像现在大家说要感恩什么，对我来讲其实真的我找不到丝毫可以让我觉得是好像就是不是我所可以去找，就是说可以去，就是说怎么样，就是好像一切就是说一定要我很努力才能去得到这些。那后来其实这样的过程当中，因为后来我也找到一个爱，就是爱我的心，我的老公，对啊。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这应该目前我结婚已经17年，但前面10年真的其实我还是以一般的世间的这样的眼光去衡量他，去批评他，所以我的执着这个部分影响到很大。那因为有了小孩，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改变我自己，而且我觉得我人生一定要休息，我是这么样的一个心里面这样的一个卡了很多的东西。可是我就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在进入超马之前有接触过两个修行的团体。第一个团体呢，它是苦行僧的方式，它是不断的去把我们内在的一些阴气杂质不堪挖出来，但是挖出来之后呢并没有化解掉，那变成又形成恶性的一个更形成另外一个一些更深层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因为没有化掉，因为我知道必须要往那个地方去做，但要做不到就变成投射转移到我的孩子身上。你看我现在都可以自己当心灵医师来分解我的心理的历程。对然后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那就后来就到了第二个修行的团体。那这个部分他又是把我一个好像可以自主的部分交给某一个师父。那因为这样的修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挂碍，而且越来越依赖，我觉得这个部分跟我所想的又背道而驰，所以就自然而然就放下了。那一直到啊，我的邻居百龙他跟我啊，就是推荐超提升冥想系统。那因为前面两个这样关系，我会觉得说或许又是如出一辙，所以就这样子拖了半年，我并没有加入，也没有去参加任何一次读书精英会。那一直到有一次百龙他传了一个导师的音档给我，我就开始去听，哎，听了觉得觉得那种感觉就是很老师的声音很熟悉，很穿透力，我就开始上网去滑，就这样不知不觉听了一两个小时。因为我常常负能量很大，不好睡，又容易头痛，那一天就睡得很熟。那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立刻传来，就跟我的接着就是百荣这样说，我要参加他当初邀请我6月29号的身心灵的讲座。他非常意外说，啊，你不是有研习，你不愿意，你没办法来吗？我就跟他说，我要去，那个部分已经不重要了。所以要跟不要其实在于我们自己。那只要你这个部分你下定决心，基本上你就是可以好好的把握机会。那其实在一开始呢，我在参加精英会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可以很顺利很圆满的，然后可以让很欢喜的部分。因为刚开始我记得第一次是参加礼拜二的精英会，那我当天也当晚也是非常积极，很心想就赶快如何去开始，就是说可以去执行书上的所谓的步骤心法1、2、3。那因为是自己太过急躁的关系，也因为自己自以为是，我就只有看把那本书看到第7章，刚好是心法的那一章，我就开始做了。然后后来到第二次参加精英会，他们就跟我说，超麻家人感恩他们提醒我说，你没有把书看完，你去做心法，这样是道法。所以当下的我，哇，我就觉得我很认真欸，我是真的想要改变我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这个修行团体又这样否定我。你看这个这样的思维是怎么出来的？其实它就是负能量，它既有这个事件又怎么样，又将我过去那样不圆满不平的状态又怎样又投射出来。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很苦恼，我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次两次三次真的心里面就觉得很困扰。后来一直到有一天，我就很认真的去问我自己，哦，你到底要还是不要？你既然要，你应该就要给自己一次全然的机会去了解去接受，要以空杯的心态去学习。然后我就开始想，诶，我们的书的封面就写说必须在爱中共振啊，在感恩中连结嘛。那既然是共振，一定是跟频率有关，那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跟超码的所有人事物产生一个同频同率的一个共振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我就开始自省，开始反省，开始忏悔。在那段时间我就进行就是在忏悔的时候，过程就真的是针对我自己，就是很多的主题，从小到大自卑啦，引发的自大，好，然后自己的怎么样，为了保护自己而造成的自私，好，自以为是，这样一个傲慢，好，这样的一个委屈，以及这样的一个依赖，所有做种种的课题，以及点对点的这样的一些忏悔的部分。那当然我也把书真的把它看完，我就发现原来看完跟看到一半或你看到几分之几是差别非常大的，就会发现原来自己跟宇宙这样的一个对应，这样的一个部分自己使命就很清楚。那当然在发愿的这个内容当中，就不再像当初那样的那个自私，那样的狭隘。所以因为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终于在有一天的心法当中，我就来自于很深层的灵，他很欢喜，而且那种感觉就是我不再感到抱怨，不再有怨气了。那有的是什么？很深层的忏悔，以及很满的感恩感动。所以我觉得超马送给我最大的礼物就是让我懂得感恩这两个字，因为感恩我才懂得到底如何去爱，什么叫做爱。所以我非常感恩，感恩什么呢？要再从小时候开始回溯。首先感恩我妈妈，真的她不离不弃的把我们四个女儿抚养长大，她无怨无悔的怎么样，永远待在我那个生病的大姐身边，而且她还勇敢的去面对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因果债。我也很感恩我的负能量，她给我机会，让我可以透过我们的心法忏悔发愿这个部分，让我有机会可以去化解我跟这些过去式的这样的一些的恩怨债。
我也非常感恩啊，我的先生他对我的包容，好，一直不断的在等待我，给我时间跟空间，好，让我成长跟蜕变。那我也感恩我的婆婆，她不计较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在这一世去孝顺她，不再有任何的怨气，这个非常重要。对，而且我也非常感恩，就是蔡礼旭老师的《弟子规》，他所教导的一切，他让我们知道必须要一门深入，而且必须要解行相应，透过理解，透过落实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善行的循环。你必须知道，你理解之后就一定要去做，要做之后你才能怎样更透彻的这些好，我们的这些我理解的部分。那后来呢，你就会怎么样做得更扎实。所以我非常感恩，就是蔡礼旭老师真的让我知道。什么是做人根本？什么是天地的真理？我从小到大，哦，我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些。所以当我在聆听蔡礼旭老师第一集的讲座的时候，我真的在电脑面前跟他90度的鞠躬跟感恩跟感谢。真的没有人告诉我这些，所以才发现我根本不踏实。你去任何一个修行团体都没有用，你的心根本不是处于一个正道的状态下，再多的好的给你都没有用，都是只是。让你去造孽，我觉得感觉是这个样子。那同时我更感恩就是太阳圣的导师，他不断的呢循循善教，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好，透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这样的资源，让我们懂得去学习，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恩。那这边也要特别感恩，就是天地的爱在波转，在一个多月前，感恩对我婆婆这样的一个身体疾病的这样的奇迹的这样的一个转化，因为我婆婆本身就是洗肾的病人，已经洗了16年。那当然，其他有些像慢性病，像8次针剂的那个就先不用说。对，因为她洗到后来，因为全身血管都该用的都用了，那因为她只剩下最后就是右手，好，唯一的这条人工血管，也因为之前我们插过颈动脉，造成狭窄，而让她的侧支循环，已经就是说她已经狭窄到了侧支循环，而造成她的右手是淋巴水肿。所以他们当初医生。那时候心脏血管外科医生就很担心，因为他的末梢是冰的，但是上面摸起来是热的，这样代表会怎样？可能就是他的血液循环严重的受阻，那严重的话可能就需要截肢，或者是甚至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洗肾。那没有办法洗肾，代表对他就来讲就是个末日的宣告嘛。对，那后来很感恩，就是其实我们因为当初医生他一直不断的就是说要透过心脏血管外科去做这样一个手术。可是后来就很感恩，因为我们并没有特别去找任何的医师去请他们帮忙，就那位医师就突然就一改他的认知，就转到心脏血管内科。就内科医师呢，他只开了3种药，结果在三天之内，他的手就消退了一半。好，虽然说还没有办法到全部，但是已经可以足够维持他的生命了。我觉得非常感恩。那还有就是，也是在一个多月前，在当下。发生的事情就是他当然年纪也是年事已高，那加上各方面很少运动，当然肌肉的张力肌肉力气早就已经不像年轻人这样子，但是也不至于就是突然一夜睡起来就连爬都爬不起来，然后已经就是感觉他好像怎么会觉得那么严重。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心中的感觉是觉得很担忧，可是我就立刻想到不能担忧，我必须要转念改成祝福，因为担忧又造成更多的负能量，它又住进在我的心里面了，所以我就祝我的婆婆，她可以去执行她的基本的生活能力。那同时那个当下，我也突然就转念，就是知道我必须更好好的去如法实修，是这样的一个立刻转过来这个部分，哎，就真的在一个礼拜之内，很神奇的，我婆婆，哎，她现在就可以扶着那个。助行器，那在我们家里面呢，就是为我们为他安排的简单的一个无障碍的一个栏杆，他可以去执行他的日常生活的移动，所以我非常感恩这个部分。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对我自己的这样一个身体的好转，因为我本身是个现在工作是治疗师，那其实我们治疗师面对的就像医生他们是病人，我们是一样是个案。那个案我的大部分都是像小孩子，那小孩子他为什么一两岁就是。诊断是迟缓或是障碍，很明显就是他可能来自于累积很多的负能量。那他有他的负能量，我有我的负能量，这个部分如果当我的认知思维逻辑我的正能量不够，我一直不断的在
在跟他在两个在接触，就会耗损我的很多的这样的能量。所以因为这样子下来，我长期就造成我这样头痛那个部分，而且无法入睡。然后就很感恩，因为现在就发现头痛就不药而愈了，好，省掉很多我要去找人家推拿，找物理治疗师去帮我啊做整脊这样的一些动作。因为我觉得应该就是我的心柔软了，我的身体就跟着呢，就跟着好像各方面就觉得就好像也放轻松了。所以我觉得身心灵是真的必须要聚合的。好，那我觉得应该在我们世界上很多角落都有像我类似这样的一个个案，就像我这样的一个人。那或许当初他是个很善良很纯净的种子，但是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好红尘进的这个当中的部分而迷失了方向。我想说我们一定可以的话，就是透过我们超马家人彼此共心共振，那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到我们超马，那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宇宙的天地的祝福。对，那以上就先分享到这边，好，谢谢大家。